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圆跟这一条直线哈，交于 AB 两点。哦，这个圆啊，跟着直线哈，交于 AB 两点。那么他问 AB 的长度，首先我们把圆心找出来，圆心是负三一嘛，啊半径找出来，半径是等于二分之根号。这四六二十四，二得四，这是二十八，好，这二十八，他把四抽出来约掉，根号七，因为四七二十八，所以这个半径哈是等于根号七的。然后圆心呢到达这一条直线的距离叫 d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开根号是五。把负三一带进来，又负九加四减四，这样等于多少？上面是负十九，负十九加四是负十五，取决值是十五，十五除以五是三，所以这是三了。那这个多少？用毕氏定理啊，这个是二分之一 AB 啊，等于多少呢？根号。七，哎，奇怪，这怎么可能？四七，哦，六六三十六了，算错了，六六三十六了，哇 ，d 平方加一平方嘛，二得四，所以这应该是四十，所以这根号十。这根号十，好，那就是根号十的平方是十，减掉三的平方是九，所以是一，所以 AB 长度多少 ？AB 长度是二，所以答案是二。